傅园慧晒骑马照，自曝玩电竞，吃鸡求蛋。中国知名90后女游泳运动员傅园慧更新了自己个人社交平台，晒出了一组照片。照片当中的傅园慧骑马和马亲密互动，同时还晒出了自己玩电玩吃鸡的照片。傅园慧一直以来以搞怪幽默赢得了不少粉丝，一组照片就能体现女神傅园慧很二的性格。傅园慧和马亲密互动，想知道这匹马能听懂傅爷爷跟他交流什么？这匹马能听懂傅爷爷跟他在交流什么吗？游泳女神傅园慧晒的图真有些不明白，只能说厉害了。傅爷每次的配图真心很服气啊。说句傅园慧逗比女神，应该没有人反对吧？反正游泳女神傅园慧是很优秀，个性十足，天然的生动表情，率真幽默的表达，一夜成名。走红网络的傅园慧还在上演各种表情包，这照片也是没谁了，真是个性走到底了。